砍掉。不管了，还没看我。真狠啊，必须的。还有公主现在。下了两张牌。炸弹兵也是快好了。这一波他没有地面，他只能矿工防。他可能大成员防完之后预判一下我们，我们下虚空法术来防他，别下女巫蝴蝠。他矿工加那个肯定会要预判我们的，预判我们的女巫蝴蝠。垫一下先，不急。打这，加个狂暴，让他炸了一下，没办法。让人难受呀。挺让人舒服呀。主播，你卡牌大师做完了吗？我卡牌大师，我不用做卡牌大师。移动速度怠慢，换路有点弱，现在小草加强点移动速度，换路会稍微强一些。请下牌。国际服怎么下载？百度搜教程。让对面先下。皮卡，对面带个兵法，我信啊！也是他先进塔，我打气球，我们有可能会被对面翻盘哟！不要，直接放弃了，我太好了，感谢。他不会下个皮卡给我全吃了吧？应该不会啊，对面应该不是这种素质差的人。
谢烈焰哥小黑子开通超风 plus 啊，对面飓风石乐志啊，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交飓风不？为什么刚刚那一波要交飓风？可能啊，不细想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啊，但是细想之后你会发现啊，对面手里就飓风、小电加冰冻这三张卡，然后可能还有一张气球啊，他不能跟气球，所以他只能下飓风了，明白不？有的时候啊，大佬下牌往往是有一定的道理的，不信的话你看看回放啊。当然他有龙宝宝啊，那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交飓风啊，这一波为什么要交飓风啊，下龙宝宝费用不够啊，好，费用够啊，哦，这前面为什么要交飓风啊，哦，这里啊，这里交飓风，那他守不住了，他只能交飓风了，他不交飓风他交什么呢，他不交飓风他交什么呢，交樵夫两刀砍掉，而且这个女巫婆婆还死不掉，死不掉，这个女巫婆婆一样破塔啊，这里交飓风那没办法，没有办法啊，你亮哥天梯结算第一，幽灵不要急，因为他有可能能顶出绿巨人，所以说我们捏好皮卡，这个时候再下，当然也不能下得太晚，他一下子过了两张牌，我们这个时候锤皮卡，他有电磁炮，我们不好解电磁炮，我们只能过一个狂暴，他马上买飞碟，他先下，我们不能先下牌这个卡组，他下牌的话我们给他灌入，他成体电磁炮的话我们立马工程学灌入，这个时候他精锐是下不出来，他有精锐电法电磁炮绿巨人小电狂炮奶豆子黑暗王子这几张牌走，我去这回有点亏，不过还好能给他捅掉，砍一刀猎头下厚一点，尽量下一个他二次冲不起来的位置，他冲不起来，他慢慢走过来，我们左边也是砍到两刀，可以啊，两刀血量现在暂时是优势的，因为毕竟对面的塔血量是比我们少400的，我们不敢乱下牌啊，你好这个他一下电车立马虚，一定要准备好，这样你的速度才能最快，他只有下电车我们对我们有威胁，他只有清理电车对我们有威胁，所以说我们你好在这里，因为他有个奶豆子的，我们一会还得预判个狂暴，你如果别人没有威胁我们不需要准备，他没有选择下奶豆，有的还行，这个还行，我们下皮卡，我们有女巫婆婆，他解不了女巫婆婆的，到时候把他变出右边不用管，右边他肯定要有净化小电了，下次小子，没什么时间了，整理皮卡。跟上，如果我也可以跟。再这个狂暴，电都跟上，准备围杀。再来个攻击锤，两刀砍掉，守对面我们能守，我们打不进去的话就也守不住，我们打不进去怎么守呢，我们也打不到血啊，对面牧羊肯定能 摸到我们的血量，我们肯定想的是我们能打进去就好，这把对面超级羊，
稍微下前一点了。他解不了女巫婆婆的，直接预判女巫婆婆。哎，哎呀！哎呀，我去啊！我这女巫婆婆没下好，狂暴也没丢好，完蛋！不过还好，指定是300血啊，没关系的。他有火球啊，我以为他解不了女巫婆婆。因为女巫婆婆下远一点，下远一点直接跟电路，再跟狂暴。来，皮卡超人。他下羊的话，我们直接下盾牌解他。等他先下牌，我们再跟宫廷锤。好，循环法术斩杀，就得16秒钟。Yeah， 呈上。被他给解掉了。给他围上啊。
受啊。我撞让他们打得不够果断，还得打得果断一点才行。这都没打进去，小王吃了。
去啊！嗯，练给我经典九十概率十二是什么水平？哇，就是含世界第一绿化，来狂暴给他撒上。难受呀，被对面降成了个皮卡。不是吧大哥，炮车兵法吗？啊！失误了。卡总好像跟我很像啊，哇，挺难受，挺难受。这把跟你拼了！我操，还是干不过他呀！
哎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这个皮卡奶上来了，小子来个炮车，跟炮塔我们对牌对不过他。